大家好，我是胡夫奇胜。我们这一集的话呢，又来做一个不务正业的开箱啊。今天不跟大家聊变形金刚了。其实我先大概讲一下这里的环境，这里是一个摄影棚的位置。那我今天呢，跟我的老 partner 呢，米卡，我们今天来拍这个是现在非常热门的动画作品，葬送的芙莉莲。我本来差点要讲荆棘的芙莉莲。那个摄影的拍摄工作已经结束了。那我今天的话呢，在这个地方就顺便给大家做一个开箱。这个画面里头的这一盒是这个由日本非常有名的 Good Smile， 他跟一位台湾的 coser 叫做宇波，他们合作的一款宠物女友的这个商品啊，这里有写的它是犬系的，所以你可以看到还有一个狗狗的耳朵。那我先说一下，其实我都不知道这一期节目啊 B 站能不能过审啊。那我自己的话呢，如果没有记错，应该是大半年以前吧，我就已经做了下标了，那也比较期待。那2024年的1月份呢，它算是准时的给我们大家做一个报道了。那它这个附带的说明书呢，里头有提到一个东西，说这个如果把这个项圈呢装上去的时候需要把头拔掉，但是我个人组装的话呢，其实不用把头给拔下来啊，就直接从这个地方，如果你对得准的话呢，还是可以把这个扣到孔洞里头去的，基本上没有什么难度啊。那我们一同来看一下它的细节啊。首先呢，这张脸的话呢，究竟像不像宇波本人？我觉得吧，作为一个良心的开箱 UP 主来讲，我必须要说这个脸的相似度还是，我只能说差强人意，并不是说非常的像。你刚刚说他这个做出来跟宇波不像，那其实应该是说宇波他是原创设计这样子的造型，然后他去请绘师把它就是画成一张图。那好微笑他应该是照绘师的图去把它做出来，做出这样子的模型。所以你说就是他可能脸跟宇波不像是正常的，对，但是造型的话是宇波本身自己设计的没有错，但真的是好看而且很细致，特别是他的一个嘴唇的部分就好像上了一个唇膏一样的感觉，各位可以从画面里头可以感受到在不同的光线下呢，它折射出来的样子，真的是我只能说就是好看了啊。那耳朵有一点让我有点小意外，就是你看，相较于尾巴的部分，这个有点毛的感觉，但是它这个耳朵是不是太光滑了一点？侧边身体的曲线啊，那然后你应该有发现到说，这个链子最邪恶的地方在于说它是绕过人物的左乳下来，这等于是就是这个链子等于是把它的胸部往上拖起来的感觉啊。可能你们不爱看，但是我还是要逼你们看一下啊。当然有一个就是它的，我看到的时候我说奇怪，不是吧，这个网袜怎么印刷印得这么好看？实际上你就是去摸一下，你就会发现它是真的是做出网袜，它是有一块这个布料，实际上把它给你也趁这个机会摸一下。对，就是一摸之后呢才发现说，哎呀，原来是真的是网袜穿在身上。然后高跟鞋这个反光质感我想是没话说的了啊。它的支点的话呢是在其中一条腿上，那我们就转一下给各位看一下它的背后看一下它臀部的造型。这个应该是在 Good Smile 来讲的话，就是这种技术对他们来说是家常便饭了。发丝就给各位做个展示。那今天的开箱呢，就给各位做到这边，非常谢谢各位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为什么我们这一集会想要这一集早跟米卡拍照的时候我们来录这个？其实我要讲一下，我应该是2019年，我刚跟米卡第一次合作的时候，我们就是酒吞童子，对不对？然后当时你就提到说，我知不知道宇波？然后你说你觉得宇波的照片，你就喜欢这种比较，就是像这种风格的照片，它这个没有所谓的什么上面三分之一留白啊，什么反正不用，我们就是把写真，对，就是把妹子拍，人物拍得满满，就是对对对，就把人物拍满，拍好这样就行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我觉得这个
这个风格一直影响我，影响我到现在了啊，影响我到现在。我们那时候那一场就是拍摄，就是直接拿雨波的照片拿出来参考，我就说，哎，我想要拍像这样子的照片。所以其实，雨波应该对我们两个来讲，就是从一开始就在影响我们。那是我个人是还蛮 follow 他的一举一动，所以你说他做这个这一支造型出来，其实我也知道说，哦，当初就是他在那个宠物女友写真里面的其中一个造型这样子。